近日备受关注的《欢乐颂2》在上海拍摄，当天剧组来到某商场取景，刘涛、蒋欣、杨紫、乔欣四姐妹在美发店外排成一排，一起进店熬造型。在门口准备时，刘涛勾起杨紫的脖子，说着悄悄话，大姐范儿十足。近日刘涛晒出一组自己舞双截棍的照片，配文称哼哼哈嘿。照片里刘涛挥舞着双截棍，动作干净利落，眼神明亮犀利，尽显女强人的霸气。自刘涛在《欢乐颂》中饰演职场女强人安迪以来，网友笑称涛姐的动作与神情越发霸气，已经变成攻气十足的涛总。现在刘涛耍起了双截棍，网友纷纷赞道，厉害了我的姐，双截棍耍挺溜啊。刘涛还曾在微博与网友分享美照，照片中刘涛身着黑色缎面连身裤，戴着蕾丝帽子，眼神明亮，笑容温婉。这张照片也是他微博新头像的原图。练舔屏刘涛美颜的网友们纷纷称赞涛总贴心。这张酷似《欢乐颂》安迪一角的造型也引起了网友们对《欢乐颂2》的期待，安迪新造型不错不错。